2018年鼻头乡第一届凤尾芳节，31号伫鼻头乡公所正式登场。县长桂明国加来参加的贵宾，做会切五盏凤尾芳的鸡卵糕，营销鼻头在地好食的味，甲地方产业。我们今天啊，这个凤尾芳节啊，和咱这乡亲是都共同来吃这个凤尾芳免钱吼。啊，透过这个活动来营销阮彰化县落水溪的这个米，落水溪的米啊是 Q 啊香啊，然后吼伊的这个品质更加好，啊，这阮这是拢无受到污染，而且品质上一定的这个米，啊，透过这个活动来提升我们彰化县的能见度。米窗之一啦吼，啊，其实哦，会当带动哦咱农民快乐，会当哦借着一挂扶持的吼、哦、福祉就对啦，后来带动咱鼻头乡的米更加发达的。鼻头乡第一届凤米芳节的活动，有全台湾上大的凤米芳厂，和民众翕相拍卡，也有当红的歌手王力友、谭诗麟等等实力的唱将。接力登场演唱，吸引超过3000多名的民众来这同乐，借由怀旧的凤尾芳甲鼻头美食料理的试吃，成功推广鼻头乡美食料理的多样性，带动彰化米甲农产品的行销。公益频道彰化韵鼻头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